它其实每笔就是整合你喜欢看想要看的媒体按类别，自己去设定说你想要看哪些媒体，或是媒体中的哪些类别的新闻，对，自己去做挑选，它自己做最佳的排列。那您刚刚是怎么样把它从桌面切换到这个 Blink Fit 的这个画面？Blink Fit 就是一个首页，对，所以我按 Home 键就是回到 Blink Fit 上面。那其实按过去的机器的手机，它也是保留过去那种键，就是那种桌布，往左边滑还是跟过去一样的桌布。当然，你如果不喜欢 Blink Fit 的，一样空白的地方按一下，可以看到在 Blink Fit 的页面上有一个五角形的像本垒板的东西。那其实我如果不想把它设为首页，我只要按着这个其他的设为主画面，我先按 Home 键。就回到这里，那你可以像过去一样，在上面放你喜欢的气象时钟啊、时间啊，或是其他的东西。对，不一定是被一定要 Blink Fit。对，那我们只是提供这个。